啊，很舒服，这目前来说打的应该是最舒服的一块场地了。它不会滑，然后这个场地还很亮，我们之前平常会暗，就是看得不太清楚，然后这个场地就非常棒。这个地板呢是这个国际首联通用的，全世界通用的，就是正式手球比赛大运动会都用这个地胶，运动员在上面再怎么摔跤，它皮不会滑烂，方便他们急停变向，它比地板那个防滑性能更好。你看上面都有地胶黑，这个球门区里面黑了一片。每天这个比赛完就清理，清理完了大概是一般是要15个人以上同时清理，要清理2到3个小时。咱们这个比赛地胶完了就不撤了，一直放到亚运会开始。